Thanks for showing me what love can do. It broke me in two. Should have never believed you when you swore your love like it's your truth. But left out of the blue, now I got nothing to lose. I hate that I still hear your voice all through the night. You're still calling my name. 他都会记得我说的话。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哇，我的菜。进来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说喜欢吗？现在不是一个喜欢的阶段，是一个很好感的阶段。我一直有四处善意，但我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好像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做真实的我自己。那是一个没有自信的自己。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很久，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真心还蛮喜欢他的，从遇到他那一刻开始。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奇妙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进去下去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想要的我一定会努力去争取，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应该不会这么快选择。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萌宠明星出来玩，我们最新的恋爱季。这一季呢，除了我们有非常大的改版呢，有非常多不同的元素跟内容，当然还是有可爱的狗狗猫猫宠物陪伴我们。那我现场也请到了两个好朋友来陪我们一起看，因为我一个人的观点有的时候太独断了嘛，所以除了我跟 Hershey 一起主持之外呢，我们这一季也要欢迎的就是阿本。再来第二位我们要欢迎的是温妮。大家好，我是温妮，我是来吃瓜的。恋综两位都有涉略，超爱看的啊。啊，真的吗？对啊，你不是为了上通告才在那边说超爱看？不是不是，我是为了看有没有帅哥可以。总会有人被淘汰吧？总会有人被没选上。对，有啦，有一些胜的。阿本叔叔在这里哦。好了，我们不要再废话。今天我们三位都是来吃瓜的，那我们就开始吧。萌宠明星出来玩恋爱季 ，Go！ 好期待哦。没人呢，要不要出来啊？天哪，他真的很厉害，因为如果说我就会穿牛仔裤啊什么的。不行啊，他是来联谊的。对对对，忘记了。你没有听他讲话的口气都是恋爱口气，就是没人呢。对啊，如果平常说啊怎么都没人啊。哎，还不可以上去啊。你敲到那我
这边有人要来了，快跑！叫 Max， Max。嗨，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宠物吗？对，它是变形虫吗？不，它是锹形虫。它好可爱，它会亲人吗？它不会，我从来没有看过虫。嗯。会跟它玩吗？哦，有时候会。天哪，两个女生好尴尬，好尴尬，要怎么跟硬聊？没有，女生跟女生没办法聊这个、啊、硬聊，对啊。这样我突然好奇，如果男生来要怎么用甲虫跟女生打开话题？就说这虫很酷啊，你怎么、欸、他几岁了？你怎么会想养虫？公的母的？对啊，他平常吃什么？那你吃什么呢？他有名字？有，他名字，他叫曹操。曹操，嗯，好可爱哦。因为特别，我很少看到有人养宠物的昆虫。哇、啊，去看一下。Max， 在干嘛？嗯 ，Max， 他是女生还是男生？他是男生，男生。在边边，他等下就会自己出现。OK。嗯。你会怕他吗？不会。它也是公的，很奇怪吗？那我觉得蛮漂亮，我第一次那么近看，其实它很漂亮哎。对啊，黑巧克力。它们要吃什么？吃果冻。哦，嗯，喂它吃果冻。好可爱哦。它是我养的第一只猫。那你之前有养过别的动物吗？有，我之前养过狗狗。狗狗，嗯，是什么品种的？比特犬。比特犬。对。你有养过狗狗猫吗？没有。那你就比较喜欢这种小动物？对。小小。嗯。它可以多很多只养在一起吗？不行，它们会打架。嗯。嗯Max， 你不要上去哦！凯琳没有想要了解宠的事情。哦，凯琳真的把他的社交能量全部用完了。用完了，还好 Max 在旁边搞事。哎，这时候其实如果怕跟别人聊天，真的有带一只宠物，你会比较没那么尴尬，可以稍微打破一点疆界。对对对对对啊！啊，进来。我的猫上去 ，Max， 我的猫上去，还是要去把它抓下来。没关系 ，OK， 我相信它自己逛一圈，它就会自己下来。嗯。他们两个搞不好喜欢的会是同类型的哦。是吗？怎么看？因为我觉得两个都是算有个性的，一个是比较强势有个性，一个是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很有自己生活态度那一种。对对。所以可能都会喜欢比较温的男生。然后等一下就会再打开、再检查、再摸一摸、再放回来，因为真的不知道要干嘛。没事做。真的耶。
帅哥，帅哥，帅哥。哦，又哎，帅妹，帅妹，帅妹，哦，是女生，哦，帅妹，运动型的。我是心雨，心雨，嗯，凯琳，凯琳，嘿嘿，快点，他最喜欢漂亮女生。Hello，Hello， 我是个导演，嗯，好可爱，好漂亮。这个是什么 breed？ 它是米克斯，好可爱哦。你介意我放什么？不会，不会，不会。来观察。现在只有我们三个到吗？对，哦，好。我的宠物在那里。什么？你要看看吗？好啊。感觉是特别的宠物。对，但是你应该不会怕啦。这是什么？独角仙吗？这是锹形虫。哦，锹形虫，好可爱哦。他们会不会跟他就是会？你就是他怕你怕他一口把他咬下吗？也不是，就是怕他们哎。好、欸。他在闻他啊，可以摸吗？可以啊。酷。你只有养一个？我只有养这个。养多久啊？其实那是我朋友给我的，但他现在一岁多。哦，他们可以活很久吗？没有，大概最多三年。嗯。他会认人吗？你觉得？不会，我不知道，不会。我刚也问这个问题，对，他不会认人。哎、欸，我不知道啊 ，maybe 他会。可爱。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狗狗可以陪他玩？我觉得应该有。嗯嗯。欢迎入住萌宠爱的小屋，在这里你们将有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与宠物，也会需要做出各式各样的选择。好让你们在离开小屋前能够找到真爱。现在后院的第一次选择之门已经开启，请依序前往并做出你的第一次选择。哦，太突然了。哦，所以男生是在门后面吗？刺青哎，很好刺青，完全不一样的。对啊。现在你的眼前有三道选择之门，请由左至右。依序进入，每道门内各自有一位男性，喜欢请留在门内，不喜欢请打开门前往下一道门进行选择，切记选择不可逆反。所以你如果离开那个门，你就不能再回前一个门。哇！所以一二三就是开一号门，然后留还是不留，就十秒内决定。第二号门开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一号门。这好尴尬，如果打开不喜欢怎么办？关起来啊，再锁起来。锁起来。Max， 咬他 ！Max。嗨，嗨，嗨！
嗨。嗨。嗨。好尴尬，而且不能讲话，就是你真的是哀人，你隔着一幕都尴尬成这样了。你好，你好，你有十秒钟可以考虑，可以选择。我觉得奥斗了。他飘走了，他眼神飘走了、啊。他想要选别人，对，就是要选别人的意思吧。一起生活哎、欸，对，我觉得男生不管怎么样，那个自信心会有点受损。对，我心情当然是非常不好受，就拜托、哦，有这么差吗？嗨 ，Hello， 嗨，你好， Hi, 我是俊腾，俊腾，你好。哎、hey, ，你好，我们只有十分钟，然后我有点紧张哦，十秒钟，我有点紧张，对，十秒啦，秒他真的紧张，他耳朵都红了。很高兴认识你哦！啊，又被诱惑了，又被划走了。哎，这是4D Tinder 哎，真的要去4D， 他被划走。可是好想玩哦，好想好想参加哦。也是会选三号易凯。女士已经选择完毕，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位女士的选择。我跟你讲，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那个第二个女生也会选那个易凯，最后一个女生，因为他们两个很像同类型。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个性稍微比较强势，只是强势的方向比较不一样。真的？那你觉得嘞？哎，我觉得你黑什么啦？你黑？你是自己有心喜欢的？不是，现在去宜兰还来得及哦。嗨，
你好。你好。你好，我叫 Hoki。哦，好。对，我叫星宇。星宇。嗯。你好。你好。好。拜拜。拜拜。你说很有个性，马上没有要理你。而且他说好，拜拜。好，连聊一下都不聊哎、欸。Hoki 的心脏爆掉了。刚刚上一个女生好像是 至少会待久一点点的。Hoki， 其实你是我的菜。Hello。你好。我是俊腾。你好，我是星宇。Hello、嗯。那我先离开了，谢谢。啊！练习生都弄了一个揪型丑的把刘海的，他都揪成这样子，你不选他？哦。可是现在怎么办？那第三个门他打开，里面有人啊。易凯啦，我觉得他会选易凯、哦。我觉得把女生也放在里面也太尴尬了。而且因为易凯是现在时下很流行，你说两个人在抢他，哦，对。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易凯。我是星宇。就可能等待个十秒，如果你有想留下来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没有想留下来的话，就是再打开门这样。我先离开。谢谢。继续。